好的综艺总是和时代背景息息相关。曾经我们要努力奋斗，做什么都要快；今天要超越昨天，综艺流行超女、快男。后来社畜压力巨大，快步走已经不够，所以要跑男，要极限挑战，要最强大脑。可是当时代内卷太严重，所有人身心俱疲，慢综艺必然上桌。代表综艺就是芒果台的《向往的生活》。 明星们跑到郊区、乡下种田、钓鱼、做菜。第一季《向往的生活》是真的好看，不过这档综艺做着做着，却渐渐迎来了观众的吐槽。有人说不向往《向往的生活》了。综艺里当红流量越来越多，黄磊做菜越来越累，复杂规则也越来越多，却偏离了慢综艺的本质。今年。 这款收视依然不错的老牌综艺按下暂停键，但观众对慢综艺的需求没变，甚至更大了。芒果台安排今晚有一档真人秀再次把慢做到了极致，这就是《灿烂的花园》。很多人更熟悉它最初的名字《小熊花园》。节目晚上六点网播，十点湖南卫视开播，才四个小时。 网络播放量已破一千二百万，收视率卫视第二，仅次于浙江卫视《天赐的声音》。节目备受期待，当然是因为一个人——张颂文。来的都是他的朋友们：林家川、马嘉祺、周一围。很多人说这是翻版《向往的生活》，看完第一期节目，我却觉得节目和《向往的生活》真的不一样。 这是一款更现实的田园牧歌，比起有剧本的综艺，它甚至更像一款张颂文的生活纪录片。没有剧情，没法炒 CP，也没有抱团缠斗，但就是看的人全身舒畅。这是张颂文的首档综艺真人秀节目，也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档慢生活综艺秀。节目宗旨是：没有剧本，没有行程，没有目的。 张颂文曾认真回应了这次为什么会参加这款综艺，为什么会选择湖南卫视。答案是，这是他从一千多份对过来邀约的综艺方案中认真选出来的，方方面面都赶上了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张颂文发出的一条微博里面提到，他住了许多年的北京农家郊区小院必须搬了，因为房东要盖楼。张颂文说自己倒是无所谓。 有张床就可以睡了，可他十几年养的植物怎么办？湖南卫视制片人看到了这条微博，由此有了这个节目企划。难怪张颂文会说什么都赶上了，这下张颂文的植物和狗狗小白有地儿住了。而张颂文只有一个要求，还要在这个村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村里的人情味无法替代。于是。 综艺也没有对准张颂文怎么做饭，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他的搬家、装修日常。了解张颂文的观众都知道，小熊是张颂文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绰号。他曾公开说过，假如自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花园，那么花园的名字就叫小熊花园。就这样，新的花园就叫小熊花园了。这也是节目跟《向往的生活》最大的不同。 向往的生活每一季都会换一个农家小院，观众都知道这是综艺，而综艺是有剧本的。但《灿烂的花园》的综艺剧本就是生活。很长时间里，张颂文是娱乐圈的穷人，四十岁还买不起房，只能在北京郊区租房子住，所以他是真的过过苦日子的人。这一点从他筹备新花园就能看出来。 他会详细跟师傅们确认每一处细节，比如女厕要安装纱窗。施工完成后，他会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一遍，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自己干了。采购家具，他会戴着口罩认真跟老板讲价。听到老板说二百，他一脸不开心地说：“这个价格我都不想跟你谈。”老板降到一百五十，张颂文继续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老板说这个价格都不行，那就自己干。结果下一个镜头就是张颂文自己在干。难怪弹幕都在说，跟张老师做朋友挺好，不能做买卖，太抠了。第一期节目有点像纪录片，又有一点综艺元素，形式感非常新鲜。而来的都是张颂文的朋友们，比如周一围、林家川是他的铁瓷，曾舜晞、时代少年团马嘉祺是忘年交。 姚晨是他事业上的贵人和老友，游本昌、吴彦姝是难得的师长，大家都是熟人，就避免了不熟悉的嘉宾硬凑一期综艺的尴尬。第一期来的朋友们中，张颂文和林家川这一对难兄难弟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。很多人都知道张颂文和周一围的故事，但张颂文不红的那些年，周一围早就演上男主了。 跟张颂文一样不走运的是林家川。林家川从北影毕业那几年，去过很多剧组面试，不过都没成。那段时间，他基本上是早上带着简历出门，晚上灰溜溜地回到潮湿的地下室出租屋。张颂文也差不多，不过是回自己的郊区小院。有一次，张颂文和他去了同一个剧组，张颂文做副导演，林家川做场记。 有一天在海滩拍戏，风特别大，他俩光着脚帮别的部门搬器材。林家川突然转身问了句：“咱们是不是当不了演员？”张颂文在大风中装作没听见。多年后，张颂文回忆起那个刮风的海边，他坦言：“我其实听见了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回答。”许多年后，两人一起参演了《狂飙》，剧集刚开播，张颂文就火了。 他极力保持低调，除了接受央视的剧组群访外，没有接受任何独家专访。个人商务上只接了两个代言。林家川也终于被观众看见，观众才知道他还有一个叫张颂文的难兄难弟。中国有句老话：“共患难易，共富贵难。”演艺圈的老兄弟未必能长久，可这对兄弟不一样。 林家川是真没把张颂文当个大明星。见到张颂文之前，他就说先模仿一段张颂文来说的话，模仿的也不像，但他自己笑得要死。晚上大家一起围炉聊天的时候，张颂文说到动情处，忍不住落泪，所有人都被感染，只有林家川笑到背过头去。只有真朋友才会这么不把自己当外人。娱乐圈名利场。 人人戴着一张假面，综艺不可以当真的，友情也可以演。但张颂文和林家川绝对是真兄弟。张颂文曾说：“我每天都想创造一些阅历出来，我想和别人活得不一样，因为你的阅历决定了你未来演戏的厚度。”而这次的真人秀，正是用无数琐碎的日常，向我们展现了这位演技派的努力。第一期节目。 是真的完全看不出剧本，比如忙着装修小院的张颂文，会突然跑去村里吃席。他热情地跟新郎握手，对方笑着说出他剧中的名言：“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”吃席也是真吃，有村民端上来一大盘肘子，张颂文二话不说就上手。假吃，没那个演技。两个村民随机接受采访说。 戏里和戏外肯定不一样嘛。他要是像戏里那样来吃席，谁搭理他？节目中也有梗，比如张颂文现场演示唱功，观众就明白了为什么张颂文永远不会出现在《跨界歌王》这样的音乐综艺。张老师说要和佳琪学唱歌，然后他教佳琪学种花。加川老师辣评，最后很可能佳琪是能学会的。张老师嘛就，就三个中年大叔一起大笑。 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有点无聊。张颂文不是在做工，就是在摆活花花草草，还有无线电。他说：“演戏是我工作上的兴趣，平时我弄的最多的肯定是花草。就像主题曲中所唱的，做一棵植物，或拥抱嘈杂，都扎根向下，跟清风笑谈，随流水去看。整理新花园的时候，张颂文做爱做的。” 就是和收养的流浪狗小白聊天。小白，去把油给我拿过来。小白，你喜不喜欢这里？小白，你晚上睡这里不会害怕吧？害怕可以来找我。因为没有剧本，这些动人的瞬间就会自动浮现出来。比如张颂文在《围炉夜话》时讲的，他跟林家川相识于微时候的故事，两个人在剧组里当剧务，干一半，投资方跑了。 演完了，所有人都走了，就他和林家川没钱坐飞机回北京。最后是剧组也要回北京的翁红无意中问起，给两人买了同一班的飞机。张颂文是一个生活中就极易动感情的人，说到这些往事，他总是眼眶泛红。不过真正落泪只有一次，是工作人员问他为什么给马家祺缝被套。张颂文停顿了好一阵才说为什么。 我小时候，我妈就是这么缝的。我刚才就在想，为什么我想把被子给她缝上，我就想起每年以前换季的时候，我妈就让我帮忙，她就让我用手捏住这个被角，她就所以真的是潜移默化。这时候，眼泪从张颂文的眼眶里流出来，他说不下去了。字幕里打出一段话：张颂文十六岁时，母亲因病离开。 张颂文最后说：“挺好，他挺好的，影响了我。”节目最后放出了张颂文写过的一条微博：“小时候回乡下外婆家，烈日当空，妈妈会领我到树荫下休息。那个画面我常常会想起。我想，这应该是二零二四年国产综艺最真情流露的时刻了。和许多热门综艺相比，《灿烂的院子》确实有些无聊。” 节目没有为了综艺效果，请几位综艺咖来撑场、讲段子、造话题，没有，就只有张颂文和他的朋友们。比起《向往的生活》、《灿烂的院子》，还要更散漫一些，没有那种强烈的程序感，就是几个老友在独栋农家小院里搬搬东西、打理小院，一边赶集购物，和村子里的大爷大妈唠唠嗑,嗑，最后一起围炉夜话。 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到哪儿是哪儿。向往的生活在演绎一种向往的生活，而张颂文在灿烂的院子里认真的生活。张颂文常说，演员的表演源于生活，观众对表演的理解亦源于生活。那些生活的感悟都是忽然而至的，比如这一棵芦苇立在这里，随风摇摆，很孤独，很坚强，多好啊！ 这不就是我们吗？这就是真实的张颂文。狂飙带来的热度，放到几乎任何一位明星身上都值得洋洋自得。上综艺、接广告，让聚光灯追着自己跑，是常态。但张颂文却主动把自己藏了起来，隐身了很久。但你说他藏起来也不对，他是个网瘾中年人，长期高强度冲浪，在网上是个话痨。 什么鸡毛蒜皮的事儿都能发到网上。有网友统计过，过去十多年，张颂文在网上发表过四千多条帖子，仅在某博上就发了两千多条。而且他很爱跟陌生的普通人聊天。节目里他遇到谁，跟谁聊。比如他会问养羊的大爷怎么分公母，答案是头大的。巨星都比较神秘，保镖助理有一整支队伍。 很少会和粉丝真正互动，张颂文不一样。很多网友出于好奇去翻他的主页，结果翻了几个小时都看不完。这个人真是爱回复网友提问啊！但他凑了生活的热闹，就没空凑娱乐圈的热闹。除非是一些大型行业盛典，否则你压根见不到他的身影。在这个圈子里的人精们看来，这位中年大叔每天都在做无用的事。 跟这些普通人聊天有什么意义呢？有时间不是应该挤进娱乐圈更高维的圈子，跟大人物们争取更多的资源才有用吗？但这就是张颂文，他是一个真正热爱生活的人，而他的表演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表演真实的生活。比如《狂飙》原版小说里，高启强给太叔放狠话，台词写的比较套路。 张颂文在表演时直接改成了“风浪越大鱼越贵”，这些人间烟火成全了张颂文。这些无意义的事对他而言才是最有意义的。这种做人做事的风格也被放进了《灿烂的院子》。生活不是一切都有目的，就像节目也不是为了要展现给观众什么画面而去行动，只是张颂文突然想做某件事了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 这就是生活的样子，是按部就班的，也是突发奇想。所谓量身定做的慢综艺，也就是说，这款综艺的性格，也就是张颂文的性格。想欢热闹，也享受孤独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。每天不见得多兴奋，也不是要急匆匆去干什么。真正慢下来，没有目的，没有行程，没有剧本，这不该是生活原本的样子吗？ 这样一款综艺，或许没有足够的梗，没有足够多的话题噱头，但它让你摆脱急吼吼的日常，像是走入另一个时空，给自己一个缓慢悠长的出口。正如一些观众评价：“这样慢悠悠的节目，治愈好了我的所有精神焦虑。”这才是真正的慢综艺。